各部门注意，我们将在已经撤离的区域部署感应地雷，请不要靠近。如有特殊情况需要前往，必须使用拆雷器解除地雷激活状态。各部门注意，我们将在已经撤离的区域部署感应地雷，请不要靠近。如有特殊情况需要前往，必须使用拆雷器解除地雷激活状态。各部门注意，我们将在已经撤离的区域部署感应地雷，请不要靠近。如有特殊情况需要前往，必须使用拆雷器解除地雷激活状态。各部门注意，我们将在已经撤离的区域部署感应地雷，请不要靠近。如有特殊情况需要前往，必须使用拆雷器解除地雷激活状态。
各部门注意，我们将在已经撤离的区域部署感应地雷，请不要靠近。如有特殊情况需要前往，必须使用拆雷器解除地雷激活状态。各部门注意，我们将在已经撤离的区域部署感应地雷，请不要靠近。如有特殊情况需要前往，必须使用拆雷器解除地雷激活状态。各部门注意，我们将在已经撤离的区域部署感应地雷，请不要靠近。如有特殊情况需要前往，必须使用拆雷器解除地雷激活状态。各部门注意，我们将在已经撤离的区域部署感应地雷，请不要靠近。如有特殊情况需要前往，必须使用拆雷器解除地雷激活状态。那些变异者的血液可能有毒，我得想办法洗掉剑道身上的血渍。难受，我是不是被感染了？我不要变成那样的怪物。
好恶心啊，真难受。各部门注意，我们将在已经撤离的区域部署感应地雷，请不要靠近。如有特殊情况需要前往，必须使用拆雷器解除地雷激活状态。我得赶快清理掉。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？恶心啊，真难受。再来，要你脑袋开花。难受，我是不是被感染了？我不要变成那样的怪物。也许可以找到开关，应该有办法的。我得赶快清理掉。好恶心啊，真难受。再见。我可不要变成这样的怪物。
我得赶快清理掉。